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大表姐哈，Serena 刘。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呢，直播我的在 West Covina 的一个 listing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，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房子在 West Covina，然后是 West Covina 最好的一块区域，叫 South Hills。South Hills 这一块呢，都是基本上房价都在100多万到200-300万的房子比较居多，一片豪宅区，那都是有山有景的房子。这房子呢是建于2014年。那是这个房主是第一手房主，2015年买到的，是跟建商那边买的全新的房子。那这套房子呢，在2015年呢是建商的样板间，这边这栋还有隔壁的两栋是样板间的123号户型。那在当年2015年的时候，这三栋这个房子就在整个这个山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，排队抢到的这个样板间。那这房子呢，占地面积一共是将近24000尺，室内面积呢是大概4246尺，有4个卧室，6间浴室，外加一个 loft，它现在做成了一个电影房，然后呢外加一个书房办公室，还有一个正餐厅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。那这个房子位置是在 corner lot，就是把角地，把角地通常来讲地会大一点，然后风景好。你说样板间的最大的好处，它一定是选在最好的地理位置，才会吸引更多的买家过来买。那然后我们大概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卖主啊，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不单单买了这个样板间，他除了这个样板间以外，把样板间当时所有的家具、还有壁画、所有的 decoration 的装饰品，包括一个小的装饰品摆件，通通买了下来，额外花了一部分钱。所以呢，您现在看到的房子里面的布局，还有房子里面的装饰。就跟当年2015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除了有部分一小部分，这个房主后来又添置的家具以外，其他都一样。但是这个房主在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，基本上没有怎么居住，他是因为他有几套房子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度假屋，所以这房子基本上是全新的，门口都有 camera，整个的这个安保系统都已经安装完毕，门口这边的门灯是飘飘的。好，进来以后呢是高级加安静。一个旋转的楼梯，然后进来左手边是正餐厅，然后这个房子的朝向是正南北的，是正南北房，是坐北朝南，对，坐北朝南，这边是朝南的。然后一进门的右手边呢是一间套房卧室，楼下的一间卧室，这边是半个客人用的洗手间，然后里边是一个完整的卧室和客用一个卧室里面一间的洗手间。能洗澡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布置式的衣橱，我就不看您了。就是高底下，然后后来呢，这边有一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，它这边有书柜，可以做成一个书房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空间。你也可以做成一个 formal dining room，看你自己喜好怎么样。它这边所有的这个墙上摆的这个书架和隔断，还有它摆的每一个这个装饰品，都是当年2015年的时候。建商经过专门的建筑设计师、室内设计师设计过的，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摆饰，都是包括在内。这个房主当年一起买来的。好，这边呢就是一个非常通透的客厅加厨房。客厅的这一部分呢，这个拉门玻璃拉门呢是可以全部打开通降底的，这样的话直接能不直接就是出到这个外面的。patio 里面去，这边的厨房，大理石台面，还有橱柜，可以看出来是非常新，还也非常大，基本上是没有太用过的。这一间办公室呢，因为有窗户，然后呢也不小。如果您觉得房间不够用的话，您可以把这间房间做成一个卧室，因为这是有门的。那么把这个柜子拿掉就好了。这个卧室也是一间蛮大的卧室，有窗也很方便，所以这是一个 option。好，这边是一个小的红酒柜，然后两边呢是 pantry，两个储物间都蛮大的。还有一些房主的东西在里面。右边也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后院看一下吧，怎么样？因为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，今天有点雾蒙蒙，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远处的落基山脉，山上的时候呢，整个就像在天文台往下是一样的感觉，全都是这个像水晶地毯一样的洛杉矶的全景。那西往西边看，可以最远看到洛杉矶当中的几个大楼。
那边就是落基山脉，下面呢就是整个城市的这个居住人群的住宅区。这个墓碑呢是准确的讲，就是四五个月之前刚刚完工的。你可以看到他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他为了不会挡到这个房子的风景啊，他用的都是玻璃。那回头看来呢，这个楼下是 patio， 楼上是主卧房的一个大阳台花圃。它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建筑是当时就是说，如果你买一个新房子啊，新房子的话正常来讲是 standard 是里面没有升级的，外面就是一个正常的房子。你往旁边看隔壁的房子，它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因为它没有这个升级。整个这一套升级要加$150,000，$150,000包括楼下的这个patio 和楼上的这个，就是楼下的不应该叫 patio 了，应该叫 California room 加州房，然后楼上的是这个主卧房的一个大阳台。它不只是一个这个空间而已了，它还有这个楼上楼下分别两个壁炉。所以说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坐在这边看看风景，听听音乐，聊聊天，然后邀请朋友们在后院来一个那个泳池趴，还是非常好。200多，这个房子的要价是247万。它楼上这个地毯也是生冷过的，是非常软的厚的地毯，大家都能感觉出来。一上来右手边呢就是主卧房，我们先去主卧房看一下。这主卧房，然后大的阳台，刚才我们讲到那个，你可不可以麻烦就是一步看一下在它。OK，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那个阳台，这边的风景就跟后院看的风景是一样的，甚至更好，一览众山小。它这个房子所有的卧室都是平顶的，你看主卧房上面这个吊顶，都是就是当年老外的建商做那种比较美式的这种风格。然后衣橱衣帽间是左右两个，男生女生分开的。这边是主卧房的浴室，两个洗手盆，然后这边一个 bathtub， 里边是浴室间，浴室间很大，你看一下。一进来这边，整个这边呢都是客房和一个电影院。这边其实是一个楼上的一个 loft， 那有一个 option 可以做成第五间卧室，那它现在是做成这个电影院了。这个都是当年这个样板间设计过留下的，包括成每一个装饰品都是，包括你看墙上的这些电影明星的照片，还有沙发都是。然后这边是里面是洗衣房。那刚刚进来这边还有一个走入式的衣橱，然后这就是他另外一个客房的洗手间，然后里面是他套房的浴室，浴室里面是有站立式的那个shower。我第一次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以为是 Toll Brothers 建的，因为他这个户型设计真的很像，跟我在尔湾看到 Toll Brothers 的房子真的很像。这是另外一间客房，你看这个客房啊，留下的这个当时样板间留下的这个床，包括这个被子和整个的设计，你看这个桌子啊，这个灯都是当年留下来的，但是它都没有住过，就可以见得它很新，都没有住过，就所有每一个摆设都还在这里，位置都没有变过。这是这个卧室里面的套间的洗手间，二楼的主卧房，还有 loft， 还有这边的两间套房，外加一个洗衣房和半个洗手间，都已经看过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是去楼下，来再重点的数据再跟大家重复一遍，这房子是2014年建的，然后2015年买到最后卖的样板间。它是4246尺，然后共占地是将近24000尺，然后是2015年的样板间，一共三间样板间，它是其中的一个户型。然后这间房主当时买这个房子的价位是，这房子当时买的价位是225万，标价是247万，没有 HOA， 地税只要1.1%，
学区就是 West Covina 的学区，一般般。West Covina High School 大概是7分。欢迎大家跟我联系预约看房。那么联系方式呢？我电话号码是626-377-5552，626-377-5552，也可以通过微信。微信我觉得是最方便的方式。我的微信号码通过我手机号码可以扫到。如果找不到我的话，找艳阳就能找到我。欢迎您选一天，日丽风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美景。